我今晚能和你一块睡吗？我是地，你是床。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 真正的原因，你日后总是要娶妻的，即便不是沈娘子，也会是别人。我不想永远被困在后宅中，和别人分享一个丈夫。 上来，上来。周小千，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男子，所以我更希望你万事顺意，希望你日后成为一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。 更进一步，这是正常。你怎么知道这些啊？谁教你的？我看小娘子和小姑爷睡了。